突袭直播。哎，我很难得这样突袭直播，现在进来的朋友们要留下来。好，200多个人哦，300多个人哦，很棒。好，我今天有带我的好朋友们来。哎，兄弟们 ，Hello！ 哎，应该看不到我们哦，看到了。不可能，两个人一把伞吧？啊！哎，来自我介绍一下。私はルイスです。哎，私はナドです。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日文直播呢？为什么呢？等一下就知道。还有另外两位这边，哇，后面好多人哦！哇，竟然是我们啊！自我介绍一下，学长。私はカイです。カイです。私はタロです。タロです。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突袭直播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嘛。哦，我们一起来同一个 frame 这里，这样子。为什么要突袭直播呢？因为我们准备要去日本吗？我们要哎呦，为去日本暖身一下。我们先去机场。先去，要去机场。没有，还没。机场会直播。那你不是就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去？我们今天要来看展。我们要，我上次月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我都叫他盛奖，然后他的个展呢在华山西医馆，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明天，所以我今天带四位一起来抢先看，开箱，让我们热烈欢迎盛奖，耶！大家进来吧，那我们就请大家好，我帮你们拍，哦，来，好，大家跟 say hello， 耶，好，那今天呢，虽然我再转一下哈，今天呢，盛奖要带我们，你好，钱鹤，好，今天盛奖要带我们参观一下，就是他明天就要开展的他的个展。那我们今天等于是抢先看，然后等一下也会有直播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抢先看的话，记得不要离开这个直播哦。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 ，Let's go。嗨，嗨，你站到他旁边，Finger 君，就是Finger 君，他们叫 Finger， 然后是 Finger 跟 Senga 结合，对，没错。那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编舞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编舞的话，很多手部的舞蹈动作会很印象深刻，这样，所以我就把手部的动作拿来做成设计成一个角色。那这些就是他 Finger 君的公仔。这个手势是他最标志的手势。对，今のそのミロのあのジェスチャーが一番のその何ですか定番というかあれなんでしょうか。その。そう、あのこのジェスチャーは平和、peace、peace、peace、あの世界の人たちがあの言葉を発さなくてもこれだけであの平和なんかこう素敵な気持ちになれる。对，那因为这个不需要语言，手部的这个手势的动作就可以传达一些讯息，这样，然后这个包含了有就是和平、追求和平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就把它用来就是用这一个角色。Peace, 对，这个是 finger pose， 这样，哎，大家来一下，那个他都进去一下，好 ，finger pose，OK，、okay, 好， yeah. 好，谢谢，好，他们来吧。那 Finger 君只是一个统称，其实他们一个一个都有名字，这样。
おなか、你说肚子跟他一样的吗？おなかが一緒です。真完全不一样好吗？他们各自都有名字，名前ですね。这一只叫做 Milo。ピンガっていうのは、あの人類みたいな。那就是 finger 其实是一个统称，就像人类是统称一样，但他们各自都有名字，韦恩啊什么这样子，所以韦恩就是 Milo 这样。这只是 Milo， 对。啊，他们四只各自都有自己的名字。Milo 是英文名字还是日文？Milo 今ローマ字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普段はそうね日本語名とか。そのど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たんですか？あの日本のミロっていう美味しいなんか飲み物があって、それ子供の頃大好きで、そこから取りました。其实就是美露、对、然后因为从小非常喜欢所以就飲みすぎちゃってお腹が出ちゃった。对、没错、就是喝太多了肚子就变胖、肚子就出来了。ミロ不是有一个词吗？ミロミロ是什么？ミロ是什么？啊，对，就看，看。ミロっていう意味もあのあるってことにしておきます。好，他就把它就算进来，也算有这个意思，这样对，看我这样，对，看我这样。这一只叫做棍的，棍的，棍的，棍的。台湾的是棍的，是 sleeping。困的啊，ちょっと眠たいの発音に近いです。原本完全不知道。日本語でこの形のことをグーって言ったりする。那因为日文的拳头是グー的发，就是发音是グー拳头，所以就是グーグー。固是拳头，所以它是拳头的形状这样。对，叫棍的。What's this? What's this? Middle の this line。その線はなん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被问到设计就是个设计这样，你是说眼睛上面这条线？对，就是设计。哦，那恥ずかしがり屋なんです全員。啊，其实他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还蛮怕生的，蛮害羞的。消極的で、ちょっとこう自分に自信がなくて恥ずかしがり屋。因为他们都很个性都蛮消极的，然后对自己很没自信这样。然后所以动作都看起来有点内向这样子，或许眼睛也有一点点这个含义吧，也说不定。那接下来这一只，cozy， 这一只叫 cozy， 日文翻译是 cozy。Japanese comedian 的小島。小島だよ。あ、知らないよ。皆さんは多分知らない。就是。日本人コメディアン小島の小島から撮りました。あ、それ、あ、それ本当。空空空空。電鍵人。電鍵人。電鍵人。空哦，確かに。え、あじさん、今のその小島さんの話は本当ですか？本当です。啊，那所以日本有一个搞笑的艺人叫做小岛，那他的名字日文翻译是小島，所以从他那里而来的。然后他们其实在土下座，就他是在土下座，就是在对，就是道歉这样，极终极的道歉，因为他常常讲错话，爱讲话讲错话这样。所以他这个有那个英文嘴巴的概念吗？
その口、その鳥のこう、くちばしというか、の意味合いがありますか？その形としては。まあでも、このサインで言うと OK。哦，它是主要它是取那个 OK 的意思，就手势的 OK， 它是手势的感觉。那个，然后看后面，它的屁股露出来了。因为它有一点点就是傻傻的脱线这样，所以就是这个也算是它的魅力之一。最后一只，对，溜溜。日本のドラゴン溜。那其实它是发音溜，就是用日文的发音溜过来的。那溜就是龙的意思。所以有牙齿，有尖牙。質問です。実際皆さんが展示を見に来たら、あの写真は OK ですか？ OK、 okay、 もちろん OK、 ナイスアシスト、謝謝你、可以拍照哦、可以錄影、可以拍照、沒問題、但是不可以摸。欸、那我你們量量選一支台灣的台灣。對、ちょっと今現在拍嗎？好、で今ちょっと二人ずつで写真撮っちゃいます。なんかお気に入りのキャラクター Your favorite キャラクター。他说请你们选你们喜欢的。4人でどげさん。好、太棒太棒太棒。全然、いや、いてくれた方が、いてくれた方が。何を？せいちゃん、せいちゃん、せいちゃん、え、いや、せいちゃんさん、あ、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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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太多错。在哪里？来这边。我知道你。直接投三页。好，谢谢。好，再一张页。三。OK。啊，こちらで見てください。好，来看第一张。一、二、三。もしもし。再一张。はい。じゃあ次は。好了，好，好了，好了，好了，起来，起来。这个。很棒很棒。好，那都 S。这样的。今回あの四つの LED をつけてます。那大家看四周有四片巨大的 LED 嘛？嗯。で一応あの演出を今回つけて、この臆病で芯のないキャラクターたちが勇気を持ってす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に注目してください。可是四只原来很内向害羞的角色。然后这次有特别设计，就是特别的演出，你看大家来观赏他们的变身，这样。现在这个，现在出现在画面上这个是坏人 Finga 君，反派 Finga。他们现在在找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这四只 Finga 君。那个红色的是什么？赤いのは何ですか？あれはね、あの、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な、そ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なんかそういう生き物。就是某种生物，没有想好，但某种生物。就是爱心型的生物这样。大家帮我聚集到中间那个镜头的下面，镜头的下面，这个下面，就整个区域的中间。
然后他们刚刚在搜寻的坏 Finga 君会找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些 Finga 君。笑他，对，没错，指着他们笑之类的，这样。所以我们也是被笑的对象。じゃあ自分たちも笑われてる方ですか？对，也算是。こういうのって世界で共通であることだと思うんだけど、そういうことにどう立ち向か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ことを。因为现在现实社会当中就是这样子嘛，很多嘲笑，随便嘲笑啊，批评啊，谩骂别人的状况，然后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就是。变身换衣服了，就开始跳舞。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武器就是跳舞舞蹈。然后现在是这一面的两只露露跟棍的在跳舞。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两只。
这一区有这样子的特别的一个演出。那他会是隔多久播一次吗？どれぐらいで見れるんですか？時間的に例えば何？三十分に二回。就是这个三十分钟大概会播两次这样。所以要看的朋友要记得抓一下时间哦。好，那我们下去，我们去到下一区。这边是我做的球鞋，有的改造，有的从头做的。然后现在看到台子亮，这个鞋面的台子亮蓝色的，是从头缝的，这个 Air Force One 的版型从头缝。那就像那个现场的这个影片有介绍到的，就是从头做的这几双，就是从割这个切割这个皮革啊，然后到这个鞋面的崩鞋面啊，然后到整个车缝都是我就是从头做的这样。で他は Nike のリメイク。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这个全部都是改造的 Nike， 改造球鞋。对，然后那个改造款的这几只，就是看到那个鞋舌上面就是变成拉链的头，其实是 Finga 君的头，这个是他自己做的。请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没有问题。对，没错，是他说是我自己手绘的图案。刚刚现在看的这一双，它的鞋舌部分是鳄鱼皮。哇！然后银色的拉链是纯银的，然后 Kino 或啊，gold 24银的 gold 的 coating。然后黄色、金色的那个就是24K 金这样。ここはね、写真スポット。这边是可以让大家拍照的区域，没错，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手搭在上面，但四个一起进去，四人都没入ったら見れないです。不能四个一起啦，就看不到里面的人。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但無理やり。
那那个人，那个四个人 OK 吗？不知道，有你还有人吗？我们都一定 OK 的，一定 OK 的。那个不能碰到冰冰。好孩子，不要学一个人，一口啊，マネしないでほしいです。一人ずつで。大家一个人一个人进去就好了。来一个那个 finger， 对啊 ，finger pose 嘞。我要飞一点点，对对对对对，拿下去来一点点。好，然后你要小心不要被挤到，拿下去来。对。好，那下一个区域。Let's go, let's go, let's go。这边好大。すごい広い場所ですね。そう、很丰富。で、あの内容もすごい豊富で。Thank you。谢谢。这个很像那个。我想补问，像刚刚那样一双球鞋啊。先ほどのそのスニーカー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う一足作るのにあのどれぐらい時間かかりますか？ゼロから作るやつは僕もまだ2年弱ぐらい修行して50時間ぐらいは。那从头刚刚讲，就是从自己裁切那些，从头开始缝，开始缝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才学做鞋，才学两年左右，比较慢这样，所以大概会花50个小时左右。一双鞋50个小时。对，从头做的那些。乾く時間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から。主要因为还要等干啊什么的那个过程这样。不过也算快了。でも早い方ですね。所以，プロ对很努力这样子。デジタルアート。那这个是我的，这个就是用数位绘画的部分的作品。那 remake 的话，多少ぐらいですか？ remake 的话，一足3時間ぐらい。那改造的话，当然就比较快一点，大概三个一双，大概三个小时。哦，这么快，这么快。でも早いですね。好，这边也是可以拍照的拍照区。好，那下一个区域，最后一区。这边是最后一区。あの中国語の漢字がすごいうまいです。这边才是这边是最后一区。僕がアクリル絵の具で描いてる作品です。这边的话就是我用这个亚克力颜料画在画布上的绘画的作品。これはお花に真ん中に目玉焼きの木がある。这一幅呢是我想要画花，但是中间是蛋黄，所以就是煎蛋跟花的结合这样。なぜこの目玉焼きの花になったんですか？花描いてた時にお腹が空いて目玉焼きが食べたくなってこれにしました。因为我在画花的过程当中，画着画着肚子就饿了，就想吃个煎蛋，所以就结合在一起这样。然后就是我很崇拜的 Andy Warhol， 就是有点致敬的概念这样。下一幅，这个是一幅充满 finger 菌的一幅。
すごい、こちらすごい好きです。おいくらですか？4600円。え、4600円。他说4600块左右。台币吗？台湾円。OK OK。じゃあ。来来一倍で、じゃあお支払い。でした。4600块，直接买回去。比方说有溢价。哦。不是，A O。但是，この A のあのカードがあるよね。啊，そうですね。他现在他的画作都还是没有在销售这样，但是有如果喜欢这衣服的话呢，我们的周边商品是有一个用它来设计的。什么？有韩式吗？一卡通。对，一卡通，所以出毯子吗？あのブランケットが欲しいので出して欲しいです。OK。好，就来做吧。Present。送给你。こちらが舅舅の。这个是好的，谢谢。接下来这一幅是那个蝴蝶，细近看是蝴蝶。ちょっと離れて見ると人の顔にも見えるところがポイント。然后近看蝴蝶，但是远远看的话呢，是人的脸。那边左边右边是眼睛，这样。最後のこちら、在谈恋爱，在谈恋爱，我看一下，哎，在谈恋爱哦，干嘛干嘛干嘛，脱队哦，脱队哦，不要自己私底下谈恋爱好不好？还有什么旁边什么？我看以为是旁边什么？再有了吧 ，kiss 是。这一张是在手在手指在 kiss， 对，在亲亲。因为我在日本的那个团体叫做 Kiss My Foot Too， 这样，所以就是 kiss 的这个概念把它放进来。我今天就是工具人，对，我就是帮臭情侣拍照。我们先看摄影大哥。要碰到，要碰到。好，小心哦。谢谢，来这边。好，来，三横的好不好？嗯，横的可以哈。好，亲久一点啊，看你们，看你们可以亲多久。亲太久了。好。他说你们很恩爱这样。有点创世纪的感觉。傻，好傻眼。哈哈哈哈哈哈！好笑。他说是哈利波特，他说是哈利波特。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哈！蝴蝶梦，蝴蝶梦，走，扣，好，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的展区，然后但是还有一个，谢谢，谢谢大家来看 ，Thank you Finger，Thank you Finger， 对。是谁？
会议再见吧。台会再见吧。Thank you。我们自己怪腔怪调。你。我们可以拍个合照吗？合照是在哪边合？我讲，这个好像也可以。哇，那你可以融那个哪边是融入？哦 ，Center， 然后跟去。哎，等一下，他在不？对，这边好了，对。Old， 可以再 close。好，可以。对，就再过，可以再往那边小步。对，然后再过，因为那边墙比较。那我们再过去。对，那再来。就到这边。OK。那就，这样我先好了，来这边看我这边啊，一二三四 ，no， 我怎么？好，这里，来看这里，三二一，OK， OK， OK 的，で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もうちょっとです。はい。ラストエリア、最後一周。Thank you。有个小惊喜要准备给大家。这边是周边贩卖区吗？こちらはあの何をするエリアですか？ここはあの僕のグッズが売ってるところで。对，这边有我的周边商品，这次个展的周边商品。ここは制作過程が書いてある。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整个我的创作的过程。暑かったです。集中してたら汗いっぱいかいてる。因为太认真创画画就流一堆汗。对啊，为什么？汗いっぱいかいちゃってもかっこいいですね。何よ。磕到了。磕到了。真的流汗，超帅。でも本当に。形象照吧。なんかもう普通にその全然作業中なのに。所以阿霞ですよね。拍形象照啊，都意识してます。对，就是稍微都还是要注意一下，任何时候都要帅。でもこれは意識してないです。那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注意到形象的时候。これは意識してないです。これは。うん。还是很帅。それでもかっこいいです。これも意識してない。それでもかっこいいです。でも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いいですよね。周边这里就是周边。台湾の限定で T シャツを出しました。这一件是台湾展限定的，日本那时候没有买的。T恤。Fashionable T 恤。那这件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穿起来都好看，很帅气。なんかそのステッチでが針の感じの目のところはステッチそのよりものその針とかのイメージなのかなってその目のところはあそうそう对没错它就是针缝的缝线的概念じゃん所以那一杠是它也算是针线吗でその目のこうラインのところはあの針の線ってことですか横はあの単純になんかかっこいいかなと思って作ったんですけど左のところの針が2本刺さってるのは靴を僕が縫うのでその針にしました那个横线单纯只是觉得设计上很好看而已但是那个旁边的那两条的确是因为我在改造球鞋在做球鞋的时候就是要一直的车缝嘛所以就是针线的
意思没错。这个问题你给我两次了。没有没有，因为上一个没有那个人玩偶上面没有那两个针。哦，没有两个针。对，所以我就是我的问题。你误会我们家凯哥。你不能在认真看啥？嘿。那我他说我个人推荐那个鞋带，球鞋鞋带还蛮帅，就是很时、嗯、很这个很潮的感觉这样。个人 Air Force One 是不是非常适合，尤其喜欢 Air Force One 的话很适合搭、哦、全白的配这个鞋带、啊真っ白だとすごい合います。ちょっと汚れてるので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んですけど、真っ白だったら。因为日本的话也是3日とかで就是三天就卖光了这样，因为大家觉得它很好搭，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球鞋的话参考。啊，对，没错，就是它。一卡通，一卡通，哦，一卡通。これがこれが。对，他说他自己喜欢那个黑白跟最左边那个主视觉。嗯。で最後にみんなであのアート完成させたいんだけど、あれ。然后最后想要请大家一起完成的这边，对，大家一起把它完成。我也有签名了，请大家也来签一下。这一区就是请所有来看展的大家一起把它完成这一幅。那个是我签的，对，所以请大家也现在来签吧。请这边笔在这边，自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Thank you， 谢谢。哎、欸、哦，还可以盖纪念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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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写字吗？对，签名写字画画都可以，大家一起来把这一幅完成。絵描いてもいいし、メッセージとかでもいいんですよね。何でも。对，可以只签名，然后想要画画也可以画个画，也可以留个言，都可以。是吧？偷回来，偷回来不讲。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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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画个画，可以签名，留个句子啊，有什么想要留言的都可以。快帮我画几幅！哈哈哈哈哈！快点画，我还没学。这个是谁？那个是谁画的？
刚刚不小心写错了。不要这样子。間違えちゃったのでちょっと絵で。ナイスアイデア。非常好的点子。如果你写错字也可以这样子做。啊，ナイス。啊，写错字的艺术品。那是，请问是什么意思？对 ，crying， 哦，哭出大海来，哦，あの泣きすぎて海になっちゃったっていう。Nice， 哭，泣きすぎて海になっちゃった。海に行く？ああ、し、あほ、あ、あ。Thank you， 谢谢大姐呀，谢谢。那最后 ，present， 给大家的。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下座。哇 ！Thank you。哇 ！Thank you。So much。So much。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是左脸。你左脸。ありがとう。哎，这先看我这，せーの。OK， 次。大家注意啊，点点的那个盖子吧，点点的盖子吧。好，大家再来一次好了，来，不好意思，先给我一张，一二。好，这个动作，哪个动作？这个翻译先来。好。Thank you. 好，那最后我跟直播的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盛奖邀请我们来他的个展。那如果有在台湾的朋友们，12月1号到12月10号有空的话，欢迎来华山西医馆来看展。那流程是这样的，你可以先上远大的售票系统买完票之后，跟他们预约，预约完时间到就可以过来，这样。然后呢？另外还是要私心推荐大家一下，12月2号我们有在日本东京录台湾的 Sprondoline 是公开场，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录影。第二个是12月3号我们在日本东京有办见面会，详情请上奇蹟 Kiseki 奇蹟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任何的资讯。这样子，好，大家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しっかり宣伝しました。あの固定も。周边都有卖哦，你可以在线上买或者来现场买都可以。大家赶快买票买起来！好 ，say goodbye， 拜拜。哎，对不起，好了，结束了，谢谢，谢谢，谢谢。